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介绍十项语音控制智能开关。通过设置十项语音无线控制智能开关，进而控制灯光的效果。对话内容是我们通过唤醒铃叮咚叮咚，然后相应的说开灯模块播放好的，已经为你开灯。关灯。模块说好的，声音为你关灯，并实现控制效果。我们先来看一下实现的控制效果。叮咚叮咚，我在呢。开灯。好的，灯已经开好了。好的，可以看到这里灯已经打开了。这个是 LED 灯大家也比较熟悉，都是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LED 灯这个灯座这个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家庭的电器设备，这个也是家庭里面比较常用的那种开关这个都是比较普通的我们只是用 LV 无线开关接在了这个墙壁开关的上面进而实现语音识别模块控制这个无线开关，它就进而控制了这个灯的开和关我们实现了语音无线控制，同时墙壁开关同时也可以使用你看，它就关闭了我们可以再唤醒一次，再把它打开墙壁开关和无线控制是兼容的，互不影响。我们现在也可以用语音把它打开叮咚叮咚，我在呢。开灯。好的，灯已经开好了。好的，可以看到在墙壁开关这边已经按下了关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把它打开现在我们用墙壁开关也可以把它关掉这就也就是可以无线和墙壁开关是可以互相互补，在我们开启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通过语音让它关闭灯光。叮咚叮咚，我在呢。关灯。好的，灯已经关闭了。好，可以看到这个灯光就已经关闭了墙壁开关和无线控制是互补的。好了，这个是到底是怎样实现呢？我实际来演示的设置一下。好，我们看回说明书。第一步通过调用记事本设置，先设置好这个对话内容也就是刚才我们通过对话来进行控制的对话内容这个记事本调用的方法，我们在前面几个环节已经介绍了很多次了如果还不熟悉的话，可以先看回之前的一些视频教程。好的，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这个对话内容。好的，这个是我已经创建好的记事本文件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里面已经设置好了指令内容。我把内容更改一下吧，更改为请把灯打开。关于下灯，好，为了和刚才对话内容区分开来我们把我们新的对话内容设置到模块里面就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对话是已经更改过了。好的，把这个好的也去掉，好，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打开设置软件。进行调用设置，好，选择 com 号，打开窗口，点击调用记事本设置，这个都是前面几个环节已经介绍过的，如果还不清楚的，可以回到前面几个环节进行了解应该是在案例五还是案例六有介绍到。好的，我们双击。
好的，可以看到数据接收器返回了四个 OK，也就是我已经设置好那个四个指令的内容，说明现在模块已经对话已经设置完成。我们实际来进行测试一下。叮咚叮咚。我在呢，请把灯打开。灯已经开好了。叮咚叮咚，我在呢，关一下灯。灯已经关闭了。好的，可以看到对话内容已经更改为我刚刚设置的对话内容然后就到了和这个无线开关进行信号配对的环节。我们看回说明书，把这个缩小。好，通过设置软件进行开启这个315信号的视频信号发送功能我们操作一下，点击指令，选择这个 RF 射频设置，再选择第一个315射频发送使能，将指令里面的 N 改成大写的 Y。改成 Y 之后，模块才能发出射频信号。模块这边默认是关闭了这个射频信号发出，因为发出射频信号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有些客户他是不需要发出射频信号的，我们默认是把它关闭了。对，如果是需要设置和无线插座、无线开关等搭配使用的，才需要打开这个射频信号的使能，点击发送。好，可以看到返回 OK22，说明已经设置好了。我们看看说明书，这里第三点是介绍了LV 开关的接线图，也就是这一部分的接线图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接线图如果是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点开说明书资料我们会配有一个 LV 无线开关接线图这个图片你可以双击打开可以参考这个图片的接线图进行接线都已经是比较直观了好的，看第四点，在无线开关接好线后，在灯熄灭状态下，长按解码键3秒钟进入解码模式。这个时候看到无线开关上面的灯会一闪一闪，然后再按一下解码键进入配对状态，这个时候指示灯闪2下，然后再闪2下，这样闪就已经进入了配对状态。好的，我们先操作一下。我们先长按大概3秒钟。好，可以看到，可以通过这个小孔看到 LV 无线开关里面有个 LED 小灯在闪烁，一闪一闪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按一下。好，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里面 LED 小灯是每次闪2下有规律的闪动，是每次闪2下。然后我们再执行第五步操作，在 LV 无线开关进入了这个开的配对状态的时候我们点击这个设计软件进行这个开的指令发送好的，我们选择指令，选择实时控制指令，找到这个发送 315PT2262 编码，点击。
这个就是001返回值的射频发出功能。好，我们点击发送。好的，可以看到 LED 灯闪动了几下就灭了啊。然后我们再配对一下关。关是在灯熄灭状态下长按随时键3秒钟，这个时候灯一闪一闪，这个无线开关里面的 LED 小灯啊一闪一闪啊，然后再按2下水马键啊，注意是2下，刚才是1下，这次是按2下啊，这个时候就看到里面的小灯是一次闪3下啊，这样有规律的闪动，就进入了关的配对状态啊。然后再执行第7步啊，再发送另外一个返回值的射频信号啊就可以了。我们实际操作一下。好的，按住3秒钟左右，可以看到无线开关里面有个小灯闪动。现在再按2下。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无线开关里面的 LED 小灯是每次闪3下啊，有规律的闪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点击设计软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将这个指令里面的001改成002啊，点击发送。也同时可以看到 LED 这个灯啊一闪一闪一闪的，闪了几下之后就关掉了啊，这个时候说明无线开关的关也已经配对好了。我们通过实际的口令来控制一下试试。叮咚叮咚，我在哪？请把灯打开。灯已经开好了。好，可以看到现在用啊开的口令啊，也就是这个请把灯打开这个口令，就可以无限的控制这个 LED 灯光的打开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 LED 灯是不断的闪烁，其实实际是并不闪烁的，只是录制视频的时候啊这个频率导致啊，这个不会有影响。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我现在看到的这个 LED 灯是不闪烁的。好了，现在我再通过唤醒关的口令啊，把它关掉。叮咚叮咚，我在哪？关一下灯。灯已经关闭了。好，可以看到通过语音啊，已经无限的控制这个灯的灯光，把它关掉啊。这个时候说明已经设置成功。我来说明一下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指令就是通过射频信号发出啊，这里面的001。002对应的也就是我们对话内容里面的返回值001、002啊。当我们说请把灯打开的时候，模块就会发出这个001已经设置好的啊这个射频信号啊，它相应的发出这个射频信号啊。同样的道理，你说关一下灯啊，模块也会同时发出一个002的射频信号啊。前期只要模块这边已经和这个无线开关配对好之后，它就可以实现语音无线控制这个灯光。好的，我们再来演示一遍。叮咚叮咚，我在哪？开灯。抱歉，没听懂。叮咚叮咚，我在哪？请把灯打开。灯已经开好了。
叮咚叮咚，我在呢。关一下灯。灯已经关闭了。好，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个对话内容，可以轻松的控制这个 LED 灯的亮还有灭啊。我们设置好之后，这一部分，也就是这个墙壁开关和 LED 这个无线开关是要装在墙壁里面的啊，这个比较需要清楚一下。我们只是把整个架构通过连线的方式进行缩小了啊。大家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线路的连接。大家可以看到，在淘宝里面，这个 LV 无线开关还可以搭配遥控器进行控制啊，那是怎样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先进行水码。好的，先按这个3秒钟。好的，看到蓝灯闪动，再按一下。好的，这个时候看到 LED 灯每次闪两下啊，我们按一下这个遥控器。好，看到这个 LED 灯闪动几下关掉，说明开这个动作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再设置一下关的动作，按一下这个无线开关3秒钟。好的，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指示灯闪动，再按两下这个无线开关按钮。这个时候看到指示灯每次闪三下啊，我们再按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关的按钮。好的，可以看到这个 LED 灯闪了几下之后就关掉了啊，说明这个无线开关和我这个遥控器也已经配对好了。好，现在我来实际的演示一下啊，我们按这个开的按钮。看到这个 LED 小灯开了，再按一下关的按钮，关了。我们再演示一下，通过墙壁开关，开灯，关灯是没问题的。我们再通过语音的方式来控制一下这个灯光，叮咚叮咚，我在呢。请把灯打开。灯已经开好了。开灯了，叮咚叮咚，我在呢。关一下灯。灯已经关闭了。好的，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来控制开关，也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的方式进行遥控这个灯光开关，也可以通过墙壁开关进行开和关。的控制三种控制方式可以互补互不影响好的，关于语音无线控制这个无线开关，进而控制这个灯光的章节已经介绍完毕。谢谢大家。